Tertatita, teritatata, terengdengdeng, terengdengdeng, terengdeng, terengdeng. 国宝级布袋戏大师黄俊雄亲自献上掌中戏，新生代台语歌手许富凯也现场开唱秀歌喉。不只有传统戏剧大平场，深港福安宫等彰化十三间宫庙，也将以办喜事的心情举办彩街绕境庙会等一系列热闹活动。 当时有这个这么多的妈祖在家，给大家来认旧卡求平安哦，这是非常难得的哈。接着宗教活动串联彰化在地产业，希望双十连假带来的人潮，也能转为振兴观光的前朝。记者陈胜伟彰化报道。